那所以所以我们其实只要投入在做社区照顾，那社区照顾现在目前我服务的范围就是从宜兰、台北、新北到中彰投到高高坪。好，那最难就是屏东林边。好，那林边其实是我们八八水灾去做救灾之后，就长期在投入在那边的一些服务。那不过在做照顾，你说老，我们是老人团体嘛，公益团体，那做一般来讲就是老人送餐居家服务这个最多嘛。那可是在这个过程，我们一直会觉得老人好像不是只有要被照顾，其实他还可以创造，还可以去做很多事。那早期其实我们这十八年来，我们也陆陆续续有协助一些长辈圆梦。那不过真的是就是推动不老骑士这个发展之后，整个就是所有的不老梦想的发展就变得非常的多元跟丰富啊，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整体的三块的发展。那当然我们希望说，因为这三块的发展其实可以帮助台湾的老人，其实他就是在什么 Maslow 的理论，就是从最基本的生理啊、安全需求到自我实现啊，就是老人不是啊讲罢困特安利点份就不是，是他也在创造。那今天其实因为不好，其实到现在六年了，所以这六年来我们都非常多的不好梦想，所以等一下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校道的部分我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好，那这个是我们绘画比赛，绘画比赛是很平常的比赛了哈。那但是这个是我们非常乐于办理、非常开心投入的一个活动，在我们会里面算小活动，但是每次看到那个画作哈，因为我们是三岁以上都可以报名，那现在是报名期哈，五月二十七号以前截止，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哦，那个八开的图画纸哈，去画那个跟祖孙的互动。好，那今年的主题是玉，就是记忆传承啊，就是譬如说画阿嬷教啊那个教孙子做那个昂不贵啊，或者是一些记忆传承啊，那个就是画这个主题。那这个我觉得透过作品透过绘画，其实把这个孝道的推动就可以到各级学校啊，因为三岁以上就可以报名。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年年在办的一个比赛，那同样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在比赛哈，那这时候在收件，所以五月十七号以前欢迎哈，大家都可以来投这个都可以画画来参加比赛哈。那我们也有绘本，好，那我们都跟其实后来的绘本我们其实都跟格林文化合作，好，那这个阿嬷的短名称哈，其实还蛮畅销的哈，就是这个是我同事的亲身的故事。那我们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当然不老骑士现在有绘本，那也很受欢迎。那所以我们透过绘本让就是一些比较轻松活泼那用心的素材去在学校导入，让小朋友他们透过绘本去了解喜欢老人啊行孝等等。那我们也有三代同堂表扬，这每年都要表扬。那他就是每年100户以上哈，就是做很普及的表扬。那我们从这个三代同堂也延伸到三代同邻，好，因为现在不一定住在一起，但是你上下楼隔壁户大家照应得到哈，这样的一个孝道我们都觉得非常棒啊，所以这个每年都在表扬。那我们有推动一个阿公阿嬷节。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祖父母节，有哈，那个是后来教育部推的啦，我们来行政院希望我们整合，就是民间阿公阿嬷节、教育部祖父母节可以整合同一个时间啦哈。那不过很可惜，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改名称、改时间跟教育部一起配合，但是因为他当初选的那个日子哈，就是祖父母节，就是他选在八月的第四个礼拜天，就是。那个日子，其实在教育体系就不太好推动，好，因为我们所有的节日嘛，像譬如母亲节最近快要到了，就是庆祝活动就开始一直跑了，跑到母亲节当天，隔天就结束了嘛，对不对？就高考就是在母亲节当天，可是因为教育部第八月第四个礼拜天，你们知道那时候是什么日子吗？暑假。暑假，它前面那个教育学校体系都在干嘛？都在放假，所以他没有，就是其实因为当初是一个
就是我们的长官很坚持，就教授的长官很坚持，一定要礼拜四，就是八月第四的礼拜天。那但是教育本身自己教育体系的各级学校都提出很多的建议，说不要在那一天，因为隔天其实是就是那个开学日。那八月第四个礼拜天很有可能是那个新生报到日，就学校都很忙，前面放假也不能办活动，啊后面那一天又正在忙啊，所以也因为这个日子，因为如果我们要配合这个日子，其实是有点困难，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好推动的一个时间点啊，所以后来变成是教育部也有祖父母节，那我们民间也有这个阿公阿嬷节，我们现在已经办到第九届了哈，那所以有九年的时间哈，那教育部是这几年来推动，但其实没有关系，因为现在我是各都一起配合，我们去响应教育部的祖父母节啊，他们也来，就是像经费有补助我们这样的一个阿公阿嬷节哈，就是反正我就觉得多一些节日，多一些时间点。唤起大家对老人的关心，其实也 OK 了，所以没有整的没关系，就大家就一起多关心我们的长辈。那这个其实我们在推这阿公阿嬷节，它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我们希望通过食衣住行的概念，让大家孝道其实很简单，就是不是很沉重，就是不会很难。那也提醒大家，那个很小的一些小小的关心，其实长辈就会很大的开心哈。那我们到醒，我举例就是我们这个醒啊，刚办完这个醒，就是拐拐洞洞迎新春。那拐拐洞洞就是拐杖嘛，啊，洞洞是什么？圈圈是什么？轮椅，就是行动不便的长辈也要鼓励他们出来。那这个踩阶其实很简单，他可能像我们就是让长辈就是很简单的装扮哦，这个都是借来的道具哈。他们就到走出去，因为刚好我们那边这个走出去旁边就有幼稚园，就去关心，就跟小朋友互动，那送他们糖果哈，那轮椅长辈哈，就是把他简单打扮，因为其实走不到一公里，就附近厝边安尼行行哈，哦，你知道长辈超开心的，你看他们就沿路这样发送，就是去这个是就发送那个气球啊，那像走一走会遇到推。那个住家有轮椅的阿公也出来，大家就在街上就聊起来，就是我们这边有老人据点，有阿公，你有空也可以来，就是那所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采接活动，但是他就鼓励了长辈，就是让他有自信，让他可以多走出来跟人互动，那所以像这个就是一个食衣住行去我们一个行的一个。采接行动，你知道我们去年办这个活动哦，我们想说全国50队哈、哦，就很厉害了，就是我们是阿公阿妈姐，就是那个时间点或当天一起采接这样。可是你知道报名多少队吗？我们最后报名了144队，我们都觉得好厉害，就是全国只有三个县市没有采接而已。那我们是就民间发起，大家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到让我们也没有钱补助参加的队伍，就是一个概念，然后我们有送一个采接包，里面有。